会不会觉得人生这条路很难走？还是要把它走完啊。还是要把它走完。人类是没错。有打过棒球吗？以前国小的时候有，就是一个杆子，然后撑着球那种。你以前是读这个国小的？对，教室在那边啊。还在就对了。嗯，老师也还在吗？老师还在。现在就是最怕小朋友，推到他，碰到他，撞到他，那这样子肯定就是轻微的话就会起水泡一大泡，然后严重的话就是那个皮就会裂开。我都忘记他几岁了，就是反正我认识他大概有24年了，这样子应该差不多他可能3岁多吧。那我记得第一次看他的时候就是印象很深刻，其实接近凯文的时候第一个感受呢，就是从嗅觉上面他身上有很强烈的味道，因为他的疾病本身叫做 epidermolysis bullosa， 就是俗称的泡泡龙，他的身体会长满了各种水泡，轻轻的一些摩擦可能就会长个水泡，水泡之后会变慢慢变大，甚至出血会破掉，然后呢会发炎，组织会发炎，甚至偶尔会有感染，那都会有一些体液的味道。吃得很辛苦，所以有时候他比较挑食。哎，李总，嗨，你好，请坐。你还好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哦。那肉也没办法吃多少，因为牙齿也不好。哦，了解，牙齿要看，最重要是你一天可能要吃到6餐。这里也是你都太容量没那么大。No， 少量少量。因为我讲的都没有用，所以我就帮他，我就配合他好了。这个小孩太有想法了，对，所以哇，那个换我要吃，嘴巴张不开哈、哦。哎呀。其实是一个基因的病变，对，造成它有一些胶原蛋白的缺失，所以它的皮肤没有办法黏住，就会裂开来。嗯，凯文是比较严重的这一型。自己以前也想说想跟他们玩打篮球啊那些，可是结果我在旁边看之后，也是曾经被球打过啊，或者是被撞到跌倒过，后来他们打球之后我就没有在旁边看。梦想哦，
梦想可能也没有说多大的梦想。我以前本来想说，就是出去卖个东西啊，或就是卖彩券啊，或者是开投注站。啊，后来我们师傅也想，有帮我们想，就是说怕被人家骗了。啊，也有想过说你卖不掉怎么办，还有别人的异样眼光怎么看。很大一条胡子，对啊，这两年都有那个长照的都来帮他做，都有帮他写是不是？嗯，还有老公一条路都有，都是不一定。向佛菩萨高价行三万逊礼问讯，再问讯，祝福我们的盼盼呢。谢谢，谢谢师姑，越来越好，我帮你找妈妈，好，找得好。第一次见到他是社工跟我说，有一个小妈妈，年纪不大，然后生了一个，可能是基因有问题的小孩，两个半月的时候在我们的加护病房，看到他的时候，真的让我非常的心疼，因为那天刚好医生要进去换药，然后看着他裹着纱布的四肢，包括脸部。然后一个一个拆开的时候，他跟他说：“他皮肤怎么是长这样？”当换我亲自操作的时候，看着他在哭，拼命的哭，然后我真的，他全身很多伤啊，要把放在水里面，那个痛苦，你大概可以知道说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。所以陪着他，然后洗完那个澡的时候，大概也是用了蛮长一段时间，我就陪着慢慢的从儿歌开始唱起，我说你不要哭，我陪你唱歌，然后唱到最后他哭我哭，我说好，那我们一起来求观世音菩萨好了，我真的好无助、哦。天啊，这样的日子，医生告诉我说活多久，大家苦多久，不是只有身体上的苦。后来妈妈离开之后，也不是长久之计，我们就说应该有一个安置的机构，所以我们就找到了长光育儿园。他两岁半快三岁的时候，印象中在这块三岁的时候，我就跟师傅说，因为照顾他人的流动，然后有时候那个照顾其实是非常不完善的。后来我说跟师傅讲说要帮我来带他，其实我们两个互动一直到现在真的比母子还像母子，我们两个会吵架。他知道现在这个状况，我是觉得他对生死他也看得很淡的，我常常说他真的是一个生命教师。我们都以为呢他活不久，全身的皮肤呢都是有泡泡的，虽然他体无完肤啊，但是呢他很聪明，他很能体会到人生的苦，他很懂得道理，他懂得感恩。加油泡泡龙。以前我还在婴儿时期的时候，明月师姑就跟我原生家庭就有接触了，那他跟我原生家庭接触之后，我长大慢慢才了解慈济这个团体。他们来很高兴啊，有时候来有时候就是带着一些小时候常常吃的
茶叶蛋啊、蛋糕啊、布丁、巧克力这样子。有一次我就记得我抱着他，带着他在庭院走动的时候，那是小小的小孩呢，突然看到他的脚是裹着纱布，可能平常没有注意看，还是那天他突然大声叫：“哎呦，好可怕！爸爸人的脚是故意看。”我还没回神呢，可是我已经听到凯文非常非常认真，而且非常应该讲说很强硬的回击说我会好的。可是他讲完之后他回过头看我，师姑对不对，我会好对不对，他学用这样表情，我会好对不对。哎，我怎么回答他，我就说尽力，师姑陪你，我们一起，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努力好不好。其实心里知道答案不会好，可是小小孩子问我会好的对不对，你就可以知道说他有多苦。刚好就好了，别太久。那个真的是受不了，以前拿那个美工刀啊，这样刮到没有流血，他都没感觉。为了止痒没有办法，刮一刮，刮的流血了，看到流血才知道我流血了。可是那个已经痒到都不会痛了。第一次接近他，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个味道。可是呢，接下来一看呢，就看他身体全部都体无完肤哈。那有些伤口好了以后，也可能会结痂、会掉啊，要洗澡的时候要擦。他常常为了弄全身的这些水泡的时候，就去掉一个早上。有时候他洗一次澡就去掉半天。这边吗？从哪里？这里。这里我弄到那里，大哥。没有吗？没有，刚刚其实没有摸到那里，他的感觉就觉得那里很痛。我说真的，接了凯文之后，我们有好几个剧组员是拒绝他的。他们拒绝的原因是不是说不是觉得他怎么样，而是他们觉得太痛了，他们没有办法，他们觉得他们这样做，甚至有人是掉眼泪的，他就跑掉了。来一次就跟我说，老板，我可以不要接他，因为我回去我会睡不着觉。那他会觉得他儿子在虐待他，还是什么？辛苦的应该就是换药洗澡，因为别人洗澡看起来好像很快乐，衣服一脱就可以到厕所很愉快的冲水洗澡，啊，我还要这样子拆纱布，对不对？还要对付那个每天在纱布拉扯，其实撕下来那些都已经习惯了，可是最害怕就是淋水，因为水一淋下去那个很刺一痛。所以
每天最怕的就是洗澡换药。擦干了，等一下再擦。没有好吗？你现在还用剑来射我了？刚刚明明就是你们两个吵架。啊，不洗又伤口的那个剩余又会很多，所以没有洗澡换药又会开始恶化这样子。他其实教我蛮多东西的。我觉得他是就想好了，我们讲生命的斗士好了。因为这个病之后，好像很多人认识他，他也很多，虽然跟他不认识的人，可是那些人都会默默的关心他。凯文哦，原来是这么样辛苦的一个孩子，不过呢，他其实很勇敢，很勇敢的面对。哦，很早就站起来。医师本来就是可以把某一个疾病治愈，这种本来就很少，我们大部分都是在帮病人做症状的缓解。铁这么少会影响你的智商跟判断能力，难怪你阿达阿达。那当然最重要一件事情其实是陪伴，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永远都可以做得到，而且它会有力量产生。好吧，那请问大牌有没有问题要问我？生命的苦啊，每个人都不同，可是我可以感受到说即所有苦难在这孩子身上，它是生命的原则，所以我会很期待说透过自己自身这样一辈子的苦，可以让生命可以再确认更升华。对人世间有一些更好的贡献，透过他的苦给更多的人提醒。尤其是晚上痒到不知道怎么抓的时候，他会受不了再哭。这两个手，可是他就是靠这两个手还是可以做点事。好棒棒！哎，加油加油！好，感谢你今天现身，加油！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回来。做产检很正常，生出来也正常，抓好角度那就不会哭了。来，生完第七天的时候他就开始抽筋缺氧，就直接送医院，就一直住在加护病房。我全身走透透找医生，那到了回花莲之后他又发作，我们就送到慈济。晒太阳啊，那等一下看医生啊，好不好？陈安其实是他，我记得印象很深刻，就是一个很喘喘很喘的孩子。阿姨，待会要抽血哦。护士告诉我说，他觉得朱医师这个小孩在打针的时候，他身上感觉有一点怪怪的味道。身为遗传科医师的敏感度嘛，发育发展迟缓，那重复肺炎，然后又身上有一点怪味道，所以呢就是把他送了一个检体，他就是蜂糖浆尿症。啊，朱医师，美女来了，美女来了，啊，美女来了，我是朱医师，好久不见。朱医师就说他一辈子就这样，然后他也不会好，也不会走路，也不会，就是这样子了。我就一直全力要救他，能养多久算多久，毕竟自己生的。不过记以来，弟弟就是他就是这样子卧床，他对我来说就像一个长大的婴儿，他蛮可爱，就是像他一样会哭会笑，然后一样喝牛奶，然后不会走路，所以也不会说话，所以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婴儿。他在笑。
姐姐对他真的没话说，两个感情很好。弟弟不会讲话，姐姐对他的疼爱我们都看在眼里。相对来，他生病，每个人都疼他。我一开始念护理是因为弟弟想给他更好的照护啦，对，然后觉得比较能更了解他的疾病，翻身比较重要，对对对。拍背的话比较那个多是在拍痰的时候。然后护理出来之后也对弟弟生活上也是有帮助，像床上沐浴啊，或者是一些罐罐的那个消毒，蛮重要的。嗯，好了，要喝年年了。然后那阵子有忧郁症，然后又生活经济压力压得自己喘不过来。就是大家知道会很辛苦照顾我们两个，没有钱，他真的很辛苦啊！我以后会，我会好好的，就是孝顺你，对，辛苦了。跟一般的那个青春期小姐一模一样。对啊，照顾得很好啊。该有的他都好像没有帮忙，帮忙催促啊。朱医师真的很照顾我们嘞，没有别的医师会像他这样，他会亲自来我们家里，为了照顾他们。反而是我们自己没有去找他们去找朱医师看诊，反而是他来我们家看诊。我是觉得对他也是很不好意思，他真的对我很好。遇到的家长，他们其实都很勇敢，然后都很正向。我很少遇到一个家属把孩子，尤其是罕病遗传疾病的病人，他们会被家属遗弃。他们如此积极，那我当然也要跟着一起嘛。然后其实很多力量是病人跟家长给我的。我下次再来，好不好 ？OK， 晚安。怎么像心情不好？他的身体会长满了各种水泡，甚至出血会破掉。我觉得他是死生命的斗士。其实我们俩互动一直到现在，真的比母子还像母子。我们两个会吵架。是个朋友，我们一起，不管怎么样。我们都努力，好不好？这两个手，可是他就是靠这两个手，还是可以做点事。好棒！好棒！好棒！好。